也不是所有女人都需要你保护，你在这装什么装？陈佳欣怎么穿了粉色洋装配高跟鞋啊？她跟我在一起，我怎么不正常啊？这不也是犯罪吗？那人之前不是怀有身孕吗？那能一样吗？怎么啦？我们今天要去看展。今天我要带你去见一个特别重要的人。不过在之前我们还得处理另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还能有什么呀？你那个甩不掉的前夫呗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做什么？你叫什么？我不是外人。哎，班长，我没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在哪里工作？你要说清楚，不说清楚别想走。是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关注他很久了。是啊，鬼鬼祟祟。那你在干什么？我们是安全监控的，我们报警了。不说呀、啊，不要说呀。抱我，我成全你想做哥哥的心，你也要成全我想清静的心。王希就在身后。你们俩干嘛呢？大庭广众之下，你们俩干嘛呢？我还想问你呢，我跟我女朋友培养感情，招你惹你了？你说什么？陈嘉欣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不要再翻旧账了，放手吧。嘉欣，你没听到嘉欣说吗？以后不要再来骚扰她。这是我想对你说的话。你总这样摇摆不定的，对得起安娜吗？我跟安娜的事管你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不关我事？你总这样说风是风，说雨是雨。你有想过安娜和陈嘉欣的心情吗？全世界不是所有人都要围着你转的，全世界也不是所有女人都需要你保护，你在这装什么装？我再说一遍，离陈嘉欣和安娜给我远一点。你离陈嘉欣和安娜给我远一点。好了，你们闹够了没有？王希，我现在已经跟迪伦在一起了。我不信。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现在不是一个人，迪伦会一直陪在我身边。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，不要再跟着我。陈嘉欣，我们走。